ไปลงนามเอ็มโอยูที่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การค้า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กวางฉี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อีกครั้งหนึ่ง届时到时候我们学校代表团的贵校进行这个正式访问的时候希望能够签署啊就是说比较详细的这个合作的这个项目的文件老师，你这个话随时都可以。啊，不，没有。尽量促成，下次有效肯定是行。那要把那个英迪到了，去通过他，然后跟他一家，听他看他 OK 吗？好的，OK，同意，可以让去马来公司考那个。